太深了，任国人这些人再出来了。这么多年了，还是这个德行。不好意思，车先生。知道了。说什么？你不用管了。哥们儿，去哪儿啊？哥们儿，上车。什么意思啊，哥们儿？跟了我一路了。你是什么意思啊？受人之托，咱大家都是道上混的。我呢，关东郊养殖场，你今天放了我，改日我兴许能帮上你什么忙。下车，看着点。不管你混哪儿的。今天你的车我先用了。好，滚。东郊养殖场。大哥，咱说好了包半天的，您这时间马上就超了，得加钱啊！你放心吧，少不了你的，再包你一下午，给你一天的钱啊！您别包我，包我的车就行了，爽快！您坐好了，大哥，给钱没问题，你跟紧啊，别给我跟丢了。放心吧，大哥。哎，大哥，嫂子是不是在外面约人了？您放心吧，赶她到宾馆之前，我指定帮你追上她。我不是去摘绿帽子的。我去那边看一眼去，我马上回来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天雷，对不起，天雷。
你不能久留。到底什么情况？现在化验结果还有一个小时左右才能出来，每隔15分钟要打一次强心针。对不起，天雷，你必须马上离开。 天雷，难道你不明白吗？这一切都是对方设计好的。他们跟小暖无缘无仇，为什么要害他？还不是冲着你来的？因为他们知道小暖是你的软肋，抓住你的软肋，你就会方寸大乱。那我该怎么办？ 具体该怎么办，我也不清楚。但是既然他们逼你出来，就一定想找到你，找到你，你就可以拿到解药。现在想要救小暖，你是唯一的希望。 发生任何情况，不能跟警方发生冲突。我也是受人之托，我能还东家养殖场，你今天放了我，改日我兴许能帮上你什么忙。 疼死我了！你赶紧去偷他呀！疼死我了！哎呀，哎呀，我说你赶紧去偷他呀！哎呦，哎呀，哦，哎呀，完犊子了！我胳膊折了，你赔我钱吧。那带我上医院呐！哎，你！哎，你撞了人还有理啊你！ 你撞到人还有理啊！你们来看看呐！哎，你们来看看呐！哎呦，大家看看啊，太不像话了！还有王法吗？啊呸！个瘪犊子！喂。 是我，他们在哪儿？东郊养殖场。线索确定吗？不确定，但这是唯一的线索。老熊，你帮我查一个车牌号，杠 A788C4，杠 A788C4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我一两句话说不清楚，你赶紧查吧。 喂，说，被卡那个人撂了。东郊养殖场，疑似是个散毒窝点，谭家那儿。哪儿？东郊养殖场？对，东郊养殖场。听说之前已经废弃倒闭了，我们是否马上行动？啊，先等一下，你们接着审，把细节夯实了再说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 南岸码头的那海洛因是谭家的，应该是从东郊养殖场散毒。这么说，是谭家对小暖下的手？马上。那天雷岂不是更危险？要不要通知台局？这样一来的话，
就更难拿到解药了。天雷跟谭家是不共戴天的仇啊，他们恨不得就地把他弄死，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劲把他引过去呢？难道他们想从天雷身上拿到什么？不行，我得过去一趟。不行，我们只是猜测，你这样去不是更危险？就算是有危险，两个人也比一个人强。你看好小暖吧，注意安全。哎，老肖，我被跟了，你是不是说漏了？小磊的手机被下了钉子了。那车牌查到了吗？车主叫王根生，两个月前车被盗了，派出所有备案。你看到的那个人应该不是他。看来他们有备而来。马队这个人不好对付，你要小心点。我现在往东家去呢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干嘛呢？天雷，兄弟们，我抄家伙干他！人呢？什么人啊？哎呀呀呀。
了，别打，别打啊！人呢？什么人啊？戴金链子那个。啊，这我们黑道的都戴链子，你找是谁啊？现在疼疼疼！药呢？什么药啊？啊！浩哥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我带你去，我带你去，别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带你去。你轻点儿，哎呦，哎，哎呀，哎，哎呦我操！哎呀，再走了，你别催我。你不是很能打吗？啊！把棍子给我扔了，扔了！在道上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这样被人揍。这要是在缅川，你都死一万次，你知不知道？给我站着！没必要。没必要啊！你可真不要脸！你都把我打成这样了，你都把我打成这样了，还说没必要？今天你必须死！再见。你把他打死了，小暖怎么办？解药怎么办？我不打死他，你早就死了，还不出来劲是不是？那司机呢？哪有司机？找不到解药，小暖快死了，我害的。小暖从小就善良。好人有好报，不会有事的。小暖还有救，对吧？放心吧，医院一定有办法救他的。怎么了？上哪去？回去啊！我跟马瑞回去。不然你们都不好做。对了，我又找到了你不在场的证据，王处长也签过字了。刚把字签完，你就跑了，你说寸不寸？你去再喝。哎，飞龙农贸市场，来的名片，哎呦，哎呀，哦，那带我上医院呢？知道了，戴金链的那个司机跟那老头是一起的，跟他们不是一伙的。所以这个解药肯定在农贸市场。老兄，我得去。回来。对了，
回来送你份大礼啊。还大礼，净给我雷，替你扛着还得。哎，马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干天雷呢？别提了，连跟干天雷的毛都没有。这就是一毒窝，南岸码头的货就从这儿出去的，然后给捅了。前面那些人都是你干掉的啊？那可有七八个人。不是大妹子，你这话啥意思啊？看不起我是不是？来来来来来，这还躺着一个呢，那脖子上子弹就从我枪里打出去的。来来，我给你查查啊。把所有人招呼过来，封锁现场，仔细勘查。是。对对对对对，好好查查，这边这边都查查啊。阿姨，您知道 B 杠二十四在哪儿吗？你往前一直走，走到头右拐，那边有个铁皮房，就是你自己找找吧。哎，谢谢。小兄弟，解药呢？老人干嘛呀？进去。哎，怎么总想动手呢？为什么陷害我？哪儿陷害你了？没陷害你。我要陷害你，还能给你解药吗？啊？特效药，静脉注射，药到毒解。你们给我女儿下毒，绕这么大一圈把解药给我，你上面的人到底是谁？还有，为什么引我去东郊？引你去东郊是因为有人跟我们作对，刚好你又这么能打，真的资源不能浪费。而且我告诉你，我们是在帮你，真的。你可以继续在这儿跟我浪费时间，但是我怕你女儿会等不了太久。我们会再见，小兄弟。红色摩托车，抓紧！太君，我是甘天雷。甘天雷，你这个臭小子，你那边情况怎么样？抱歉，给你惹麻烦了。小暖是我女儿，我必须得这么做，没办法。我现在已经拿到解药了，正往医院赶呢。我跟你说啊，我现在马上让马瑞赶过去。你把药送到医院以后，下面怎么做，不用我告诉你吗？只要看到我女儿没事，之后都听你的，行吗？求你了，你俩跟他上去。走，谢谢。江老板。
病人已经深度昏迷了，恐怕很难醒过来。药给你，给他打，快！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，这种药品医院是有规定的，你快别说了，赶紧打吧。不能打，真的，请你谅解。打不打？真的不能打。哎，你老爸来了，小暖。小暖。为什么不等一等啊？都怪我，都怪爸。小暖，小暖。韩军，打开吧。韩军，他现在情绪很不稳定。打开了。你看你干的这些事儿啊，虽然这事儿不大不小，但是你怎么连最起码的规章制度都不懂呢？啊，起码的流程你也不懂呢？我还有，你这么做跟越狱有什么区别吗？我没办法，我女儿，她没办法，你说说。天雷被隐去的那个，坐下说，坐。天雷被隐去的那个东家养殖场，跟刚的那个南岸码头的事情是有关联的。根据李克和小姨的审讯结果，可以知道，南岸码头的那些货，是从东家养殖场散出去的，天雷也是被人引过去的。由此可以确定，在咱们赣都。确实是存在两股犯罪势力，一波是缅川的谭家，一波是凯撒旧部。东郊养殖场被老熊击毙的那个人说他们是从缅川来的，所以应该是谭家的人。其实这是转移视线，就说之前那个神秘的举报电话吧，一直点的都是谭家的炮。之前我还不敢肯定是凯撒的旧部干的，但是南岸的码头的事情发生之后，我想明白了，合着是两股势力都想借着我们的手把对方给拔掉。凯撒想搞谭家的时候就给我们打举报电话，谭家在他们的货上标上凯撒的标志，这样货即便是被抄了，也可以把我们的视线转到凯撒的头上。有点意思啊，他们还想干什么呢？表面上看是互相点炮，以此达到抢占地盘的目的，但实际上整个事情都是围绕着天雷的，天雷才是整个这一些事情的主角。南岸码头的事情我不知道，
但我怀疑给我解药的那个人应该是凯撒旧部那伙的。说说。把消息在暗网上发出去，谁杀了干天雷，花红500万。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突袭维持不了多长时间，必须换肾。换？茉莉不能死，钱不是问题，你照我说的做就行了。内叔，您的案子比较复杂，恐怕……我自己的事儿，我自己心里清楚。茉莉，拜托你了。您放心。王爷，说说吧。昨天有个酒驾被关进来的，带进来个消息，说有人出500万花红，说是在3天之内，啊，要对干天雷下手。那干天雷是谁啊？就是那小子，跟头。有件事情我就想不明白了。哎。块肉是我的，你别想了。你六，我四。劝你别跟我争。哼，欺负我。哎，你这怎么说什么都是什么了他。人都不在，瞎琢磨什么呀？最好别回来，这样的话我就能拿钱走人。姚锁，别生气了，人我给你带回来了。进来。姚所长，干天雷啊，哎，你真的是一个白眼狼啊！啊，转身就给我捅这么大的娄子，你晓不晓得？我因为你这档事情，要背多大的锅？真的抱歉，当时情况紧急。我也是逼不得已啊。不要因为台局让你来查案子就得寸进尺。姚锁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消消气嘛。会出乱子的呀，干天雷，我还不晓得你的作风吗？干天雷啊，哎，我请你老实一点啊，如果再出事情，再出事情呢，真的连台局也保不住你了。下不为例。行行，走。Thank you.
是啊，飞龙农贸市场确定吗？我爸当时就是为了救我。可是平心而论，他这次的确是违反了规定。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，犯了错，总是要接受惩罚的。你身体怎么样了？好多了，就是偶尔感觉没劲，发冷。对了，我当时到底中了什么毒呀？他们都不肯告诉我。可能是不重要吧，重要的是你现在已经在康复了。好可惜，如果当时从我身上提取出来一些，也好让我分解分解，应该都是一些不常见的分子是吧？你都不省人事了，谁还能想得到什么分子式啊？也对。夏暖，你记着啊，在你没有完全康复之前，一定要听医生的话，安心养病。没事啊，让他们多带你出去晒晒太阳。好了好了，你又开始了，我都知道。我就是担心我爸，怕他被人欺负。你是美剧看多了，现实生活里没那么黑暗，要相信国家，相信政府。柴叔叔，我想你了。我也想你。这样吧，等忙完手头的事儿，我去看你。真的，不准食言。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头，你看，是不是他？女儿没错。马丽，先下去碰一下。好。叫什么？王思涵，带回去。请，走。哎，老杨。又怎么了？又出事了？吓死我了！什么？有人要对甘天雷下手？我说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什么暗网啊？你等会儿，我记一下。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啊啊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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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找人查一下啊。好嘞，挂了。姓名？王思涵。年龄？40。职业？甘都中医院药剂师。知道为什么找你吗？不知道。17号上周五，你在哪儿？我上班去了呀。王思涵，撒谎都不带脸红的，是不是？嗯？跟当我们跟你很和蔼呀？啊？没有证据，我们敢抓你吗？说，去医院干什么了？先走，先走，先走，先走。
我想起来了，我去医院取药去了，我媳妇儿糖尿病三期。拿什么药？胰岛素。拿了几盒？两盒。我们查了你医院的排班表，17号该你轮休啊，可你却在医院出现了，还去了住院楼。你去住院楼干嘛了？取药啊？对啊。好，一盒胰岛素7支，2盒14支，你不到2天就用完了，干嘛？喝饮料啊？你自己就是药剂师，你说的话你自己信吗？你跑住院部去拿药啊？撒谎啊？接着撒！警官，你给我根烟吗？就知道这事儿稳不住的。我说，知道什么叫暗网吗？知道，我之前外派学习的时候听网电的同事说过，这暗网啊被称作不可见网，不能通过超链接访问，也不能被搜索引擎索引，只能通过特定的搜查才能动态产生，这里边就是个乌七八糟的法外之地。你好好问这个。是这样啊，这个看守所那边啊传来消息，说这个暗网上有人在搞花红，跟甘天林有关系，你赶紧查一查，看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，还是有人在搞恶作剧。哎，我查？不是，我怎么查？没有特定的访问途径，这不是大海捞针吗？这事儿应该找网监，我就是个二把刀啊。这废什么话呀？要是好弄的话，我能让你弄吗？我自己就查了。这找网监不还得办手续吗？这艰巨任务交给你了。哎，同志，那你给我点线索。来，线索。赶紧拿手机拍下来呀，快点的。老姚给的线索啊。对。哎，同志，不是这也叫线索啊？我真的是被逼得走投无路了，我需要钱。我老婆的病已经快发展成尿毒症了，如果不透析就会死。所以你就铤而走险是吗？谁指使你的？我一个老乡人介绍的，他是有笔档案，我正好要在这家医院上班。他说，只要往那个姑娘胳膊上划一下，我就能拿到50万。你知不知道你给他注射的是什么东西啊？嗯，啊，对不起，那姑娘，跟他无冤无仇的，却害了他。你不是害了他，你差点杀了他，王四海。你现在已经涉嫌蓄意杀人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老乡是谁？你们什么时候见的面？应该是14号晚上。
王四海兄弟是吧？你是？你老乡没告诉你啊？叫我陈哥就行。啊，坐。陈哥，我老乡说你找我有事儿啊。啊，先不说我的事儿。这两天老在琢磨个事儿，好像在哪儿见过你。哎呀，干警官，没错吧？哟，您也犯罪了？你说他是警察，是冲着我来的吧？我刚进来的时候，我咬紧了牙，没把外面的弟兄招出来。合着，你是在这等着我呢？去，你那点破事算个啥？哎，我说你是冲我来的吧？就我后面那些买家，随便逮一两个，都能立大。动了！都往后退！谁往前拆，我弄死谁！弄死你！来人呐！打架了，出人命了！快来人呐！出人命了！我撤！去！快点！走！放开！说开！开完了！快！东西！快！咋不睡觉？歇着！去！弄死你！快弄死你！来人！来，方总，是你有事，弄死！胆子肥呀、啊！你要弄死哪一锅啊？啊！放开他！来，弄我！啊，来这里，来噻，上噻！要不是你来，非弄死他。姚大所长，给你面子。打我面子？那我不能把你面子呢，伙计。来人呐，铐起来！关起门锁！走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铐什么？铐什么铐？烦了，停了，看你们事。你怎么来了？我能不来吗？接到消息，我和老熊一直往这赶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下手果断，目标明确，就是冲着我来的。手太快了，没反应过来。不过他已经关禁闭了。小娜怎么样？目前恢复得很好，你就放心吧。我把我妈喊过来照顾她，估计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。谢谢。我还是比较担心你。老熊和台局正在协调，争取早点把你放出去。他人呢？找老姚算账去了。怎么也得给个单间啊。死不了。那也不行，这不都出事儿了。说老姚啊，老姚，干天雷有多么重要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怎么能出这种事儿呢？什么叫我怎么能出这种事儿的呀？啊，要不是摄像头，又不是360度无死角。我跟你讲，老熊啊，
你就是把我丢到这个监仓里面去啊！我有一个打盹呐、摔跤的时候吧，你晓不晓得？你是不是摄像头？可你手底下那帮兄弟也不是吃白饭的吧？我告诉你啊，干天雷要有个三长两短，你就等着挨处分吧。什么拿优秀评先进？你想都别想！你讲的这叫人话吗？你想一想啊，这个事情你交代给我，叮嘱过我之后，一桩桩一件件，哪一件事情不是我亲力亲为啊？啊，我扑在第一一线呢。摸摸你的良心，摸摸你的良心，你有良心吗？现在跟我这么讲，真是伤心啊！你还当真了？你真是跟你开玩笑，你也看不出来吗？哎，刚才也是着急，你知道吧？这个台局发下来的活儿，我也不想出问题，是不是？刚才是真着急了，别往心里去啊，别生气。哎呀，这个事情呢，也是倒霉。还不跟你讲啊？你不要动不动就要拿台局来压我，晓不晓得？我心里有数。不能够，不能够，咱们哥俩那么多年了，怎么能呢？这种拿上级压人的事儿，我绝对不会干啊！哎，这小子现在怎么处理啊？这个小子胆子很肥呀、敢跟我翻相啊！我估计一时半会他肯定是放不出来。行，行。想办法撬开他的嘴，搞清楚到底是谁指使他干的。这个人他应该是个老油条，是个滚刀肉，他是个破罐子，破罐子他会破摔噻。没问题，他再破罐子破摔，摔成渣了，在你老姚手上不照样妙手回春拼了个新的一模一样吗？是不是？哎呀，这个态度转变得很快呀、老熊啊，刚才你跟我说话不是这个嘴脸呐、我要请你喝酒，喝酒啊！哎呀，晓得晓得，我尽量吧。够意思。哎，阿姨，太辛苦。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吧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下棋和做事一样，选择好方向就得坚定不移地走下去，不能犹豫不决，拖泥带水。大叔，你这招可不像是在老年活动中心学的呀，招招见血，成匹夫之勇。可这力气有点重啊。力气重了有什么不好？棋没有好坏，只有胜负。布了这么久的局，我要赢，我不能输，你懂吗？好棋啊！哎呀，这大势已去，你离输不远喽。暗箭伤人是吧？哎，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嗯，说是越是好看的女孩啊，越容易骗人。柴叔叔，你我发现你这人特别有意思，自己找我来下棋，你输了还要来说我，你个臭棋篓子。别太骄傲了，棋还没下完呢。小福护士，你看见小暖了吗？刚刚还在大厅溜达，说是想透透气，怎么还没回去吗？哪有人呐，这孩子太不让人省心了，他妈妈一再跟我说别让他乱跑，你看一不留神人又没了。天天在病房里多无聊啊，出去溜达溜达也好。你说的是那边那个大厅吗？嗯，是。这孩子他就是欺软怕硬，尽欺负我这个老太太了啊，走了。比妈妈更可怕的是妈妈的妈妈。怎么样，姜还是老的辣吧？不玩了不玩了，是我输心了吧？回来。
生气了？我这叫玩得起放得下，我敢玩就敢输。你是不是早想到这一步了？你现在是太年轻了，没有耐心。我告诉你啊，如果你按照刚开始既定的棋路，我不一定会赢。你说你半道非得来围我，耽误时间，还容易有风险。可是，我之前把你围得死死的了呀，这局势几乎是必输了呀。你用一条大龙做赌注，万一要是输了呢？你看到要赢的棋，未必真的能赢；你看到仿佛要输的棋，也未必一定会输。局势在不停的变化。我这么跟你讲，到目前为止发生的一切都在我意料之中。记住，从现在开始按照我说的去做，听到没有？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。骄傲使人落后，谦虚使人进步嘛。况且你这样也赢了。你说那五百万的事儿靠谱不靠谱啊？哎呀，绝对靠谱。李叔这钱放在眼前不难啊，咱们替他拿。八爷，咱结了黎叔的福，那以后还有好日子过吗？你觉得他还能出去吗？八爷，这黎叔出了这么一个事儿，这姚大头又差点砸了饭碗，这以后管得更严了，咱还有机会吗？你说住在把头那监仓的是不是小平头啊？对呀。他得跟咱们一起放风吧？是啊。八爷，您的意思是睡觉？账上今天什么情况啊？公司的离岸账户总共发着差不多4亿。把公司财务的管理制度变一变，从现在起，这些钱要我们所有的人一起共同管理。少什么少？我要见姚总。你跟他说我有重要情况向台局汇报，他自然会懂。回去坐好，等着。如果说第一次并不知道台局是有心保护自己，现在的甘天雷则很清楚，既然要查案，就不能只待在真空里，线索正藏于危险之中。台局，出去吧。是。家伙有事啊？我想起来了。想起什么来了？凯撒集团的40亿美金。什么？当时在讨论这个案子的时候，我在会上就提出过。老局长当时给我的结论是，这个案子可以有条件的审核通过。
现在干田雷想起了40亿美金的事情，你就更要关注他的一举一动。应战开始了。是你吗？啊！哪来的狗啊？叫什么叫啊？哎呀，机会来了！跟着你小心！这么多人欺负一个人！张伯伯，我怕不会跟之前一样一觉睡不醒吧？那倒不至于。他这次昏迷啊，是因为受到了连续性的剧烈刺激，导致大脑皮层产生短暂瘫痪。我早就说过，他是个病人，不能受到剧烈刺激。否则后果不堪设想，可就是没人听。是是是，是我没事疏忽了。张院长，像他这种情况，您估计他什么时候能醒？我要对他做一个全面评估，但是这儿呢条件有限，我建议啊，转院接受治疗。好，我找老姚办手术去。我去找老姚。在这待着。你帮了我哥的全身，还救了我，怎么活不想起来了？你老板叫什么？岛上的人叫的是商秃子，也是万朝出来的，滨江路38号，就是他的据点。Thank you.
警官，我真的就是看不过去而已。上次黎叔说干田雷是警察，我就对他有好感了。这次刀疤对他动手，我自然要帮他了。这在外面算不算见义勇为啊？编呢？接着编下去。反正没有证据，我们也不会跟你耗这么长时间。你那点事儿本来也没什么，后天到了点就可以出去了。你要是非得在这挺着呢，我们也可以多留你几天，就是每天过来听你聊天呗，听你聊一个不一样的天出来。我真的没有什么秘密了，要是有我早说了。你怎么知道有人要杀甘天雷？好多人都知道啊。为什么在刀疤动手之前就有预警？为什么那么紧张甘天雷被刺？为什么明知道打不过对方还要出手？到底是谁派你进来盯着甘天雷的？是上秃子，我就知道他叫上秃子，其他具体的情况我真的不知道了。你们是通过什么途径传递消息？律师，他会带消息进来。哦，对了，他应该知道上秃子的地方。喂，哎，小李，什么情况？什么？他又跑了？他这人什么毛病啊？不知道会罪加一等啊？啊，行行行行行，你别着急，我现在就回局里找台局去。啊，哎哎，好，挂了。什么人呢？这是回大局里。得嘞。宋志。喂，小叶，你跟李克去一趟陈怀律师那儿，他在几个人中间传话，问题不小，先把他给我带回来。我现在回趟局里，有情况随时联系。是，明白。伟哥，还真是鬼上门。确定是他吗？确定。那上秃子呢？刚到。你在这盯着，看他们能等到什么时候。等不到我，那就有意思了。徐一龙，
老板，你到哪儿了？我已经到了。我刚才忘了告诉你了，我在南城有一个会要去开。那这龙虾，你这样吧，我这楼下呀有一个装摊的，你过来，咱边吃边聊啊。我是说，这东西怪新鲜的，你不来吃太可惜了。我忙着呢，怎么着，还得我找你啊？我一会儿把位置发给你啊。师傅，咱上南城。他换地方了。